一般唔似新人過度啲咁啊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首嘅嘅木親，即係親身感覺呢個唔識嘅。咁但係佢基本上又好優雅，又去圖書館睇書喺度翻工用翻，好正常嘅生活。都係宣導佢人生嘅觀察。都合法，喺心機同足，唔係話哎呀，我腰酸背痛，你係心錯嗰啲咪，係好容易嗰個聯想性好好自然。咁我就一路慢慢跳落去嗰啲冰水度浸涼水。咁我自己都一落去，我喐住先，睇下有咩反應先。自己喺上頭咧，睇下個頭暈先，然後個舒服先。如果我加上我再睇網絡啲資料，我自己個人經歷，我可以當日第三日去問。之前完全冇事，而家呢個年咧都係十幾歲，所以要加減個體脂，都仲唔夠。如果我嘅時咧就多，佢主要翻白工嗰度。好啦，咁我算健康嘅人咯喎。我信嘅嗰個，我點搞喎？飲食第一，第一自己嘅經驗嚟，算有嗰啲咩啊？啲口肉，口腹之肉都少少，真係都我哋控制緊。佢哋會七，我諗七。我十幾年前。就算十年前都好嘅，都成八十，咁嘅年紀八十都係過重啊，高啊，咁啲師傅五六年先至有，聽到六七十、七十，咁當然話好啦，我再點講？原來咧啲三高糖嗰啲嘢咧，我平時冇感覺嘅，咁我但係我睇我嗰個。出嚟話，嗰個幫你睇一睇到，佢真係執住啊！咁呢個執住咧，咁後問醫生有冇時間解釋咁多？咁自己上嘅時候睇資料，啊，失咗就咁，失咗咧咁你又缺，我就不就缺嘅啦，做唔到。咁咧通常有三五點跡象咧，嘴歪歪。血管又塞，包管中風爆，呢一種係爆，呢一種血管又塞，都造成中風。包管同血管都變化喺度，所以佢就係本身三十性中風啦。因為我個大表同埋呢個只係呢兩年嘅飲食個現象偏咗。七月份有一段我會出征白沙塘，自病跟住，我睇到樹，唉，拋頭，本來咧就一包我包落去拋，誒壞，五百五啊，一日即係四百五啊，如果陳阿姨完啊嘛，因為佢順路啊嘛，順時間順路就好好還錯。加上兩面積，喺唐大嗰個款式，額頭十蚊。
分一個工程，通常都買。咁咧就要加重量，特別嗰個白皮有佢嘅功能。我哋鹽啊、糖啊、油精啊，加上脂肪啊，加上嗰個荷爾蒙啊嘛。咁你仲有你燒嗰啲嘢啊？係咯，燒鴨物嘅。咁嗰啲鴨皮咧，我手都食。鴨頭鴨皮就黐住嗰個淋巴體嘅。初初我都啲攣嘅，後來咬下咬下食慣咗啦，懶得摸，嚟啦食。之後呢個鴨雞尾，咁而家我第一平治咗呢個病因，第二聽話食，其實好好運動，好好好好身，咁就繼續啦。嗯，再做三年。所以而家都兩個月一次嘛，確診。因為我唔係咁快。我呢一次我就睇佢點講，因為我驗血啊嘛，驗嗰個膽固醇啊，驗嗰個血糖，哇，糖化血症，咁睇佢個報告通過，咁我知道。我如果我自己分析過咧，都唔會得。呢一次咧，可唔可以用隔日？而家要每一個地方，一樣都要抽水嚟食飯嘅，都好人神安心。查呢單啊嘛，但係呢個同事啊，因為佢自己做啲啊，真係要揾人揾一日。去呢度發，而且你好勤緊做緊一個病，你唔好當佢是病嘅，你只要覺得佢有症狀，要感染，我用呢啲嘅政策嘅，即係醫學都存在嘅，加啲科預防醫學，我用啲足幾個啲策略性咧咁做點做，而且你唔係一個或者例子。咁樣好多人自己嘅，所以我當晚叫醫生講話三高，因為糖尿病，咁我反而鬆下氣，唔係怪嘅，而且又唔係自己，而家又得醫嘅，後來就屋企一個嚟，唔係嘅，成日都睇幾個鐘頭，唔係亂裝，即係上網揾下資料，痛風做乜嘢啊？三高手表以前都冇注意。聽聞新聞報道，衞生教育啊，醫學信息啊，喺嚟到個身體都唔算，發生喺自己身上咧就身體，我都話佢兩頭切開，誇張嘅信息切開，公然發嘅信息啊，再加上政治嘅操控，中華都有。三份呢啲咁嘅文章又多，英文又多，中文英文都有。咁我所以就轉咗片，因為自己有醫生嘅睇住咁嘅文章。總結當晚急診醫生幫自己講笑。幾個殘疾傾向，咁咧就準備，再加上住院嗰時候，有段時間長啲嘅，咁就即係講緊話醫生聽，咁啊，醫生，佢哋都睇下醫生，就知道，當晚我就因為聽到嘅。因為冇報準你啊嘛，個口才啊，你唔清楚啊嘛，要自己個手腳唔同，我而家唔係啊，我啲護士都做唔到，我哋拉，即係。
咧坐完，坐翻埋嗰個十幾個，一日都排。但係佢哋呢件我都幾好，我逼切一地愛。咁啊，裝立太官，咁長千古天修無事。第一個好有文字，第二個。文明病，文明病，唔代人嘅生生活生活習慣，嗰啲誒頭先坐氣啊，污浸嗰個啊，誒嗱誒今日出新聞就講。